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是，咁啊，呢几日嗰啲娱乐新闻被啲港姐骑劫咗啊。系。系。咁正常嘅。正常，正常，正常。系咯。咁啊，仲都未讲完。嗯。都未讲完啊，但系我哋今日会娱乐集锦。好。同大家咧就讲下阿边个啊？边个咧？阿威威啊。哦。阿威威唔系接咗嘅咧咩？系咯。未啊，未接啊。完不了啊！真系完不了、啊。你冇接啊？有苦主啊！而家咩话有苦主？点解苦主啊？因为啊，话威威啊，有条过夜数啊，猪肉佬未找啊！哎呀，呢、這个剧本好熟喎、啊！嚟啊，攞两嚿猪肉去顶住先啦、啊。系啦，要揸马 Tilly 啊！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讲下威威，跟住我哋就会讲到咧嗰、那个亚军啊，阿擦鞋仔啊，擦鞋仔黑面啊，咁、哎、解释点解黑面啊？仲、嗯、有讲下友谊小姐啊，有人传佢老母啊做麻雀馆噶喎，哇！所以三甲不入啊，有丑闻啊，我话唔系话啊，咁啊同大家讲。讲一讲阿威威先啦、嗯，好笑啦，啊话咩啊？沙会啊？唔系，系、哎、佢话唔系，唔好爆响口先。我讲咗嗰个对白先，佢话有人话你系一个叉中嘅萤火虫里面、嗯、一个唏嘘嘅猪肉佬啊，嗰啲对白。跟住啊，猪肉威就话：我以为我哋嘅关系系建基于感情，原来都只不过系一场呢啲叫做咩啊？金钱嘅交易。跟住话，咁你都要找数噶，扑街啊！咁揸住本斋埋 Tilly 啊！唉，小喇叭俾人踢爆咗，朱玉威买 fans 喎，顶坚定流噶啊！话经理人都唔捞咯，而家你有冇听到呢单新闻啊？有啊，讲到话，我都觉得奇怪喎、啊，点解要追数嘅喂？系咯。哇！真系玩到大大，嗰时候又热情冇炸型噶喎、哦，而家就唔系啦。吓，而家调翻转喎，唉，扑街啦，瞒不住了啦，啲粉丝原来假嘅，屌，真系。佢话职业粉丝 I G 留言追数喎，追数啊！你喂我未出粮啊，我排咗两个钟，屌唔怪得你咁差多人啦、啊，有嗌噶，有喊噶，大佬，系咪啊？又话追车又加钱嗰啲，系啊，又话喊加五十嘅咁嗰啲咧。呢啲又识做，识做得嚟又唔识做，识做个 marketing 就整咗咁嘅场面，即日出粮先得噶。系咯，点解唔系即日粮嘅？即系你估你嘅关系建基于感情啊？咦？哇！啲人网上追数肉 Q 酸啊！好耐噶咯，生日嗰次。人哋问喂经理人，喂叫经理人找数啊？个公关话经理人冇做啦。嗯。咁你玩完噶啦，朱玉威呢档嘢系啊，人哋话人红是非多啦，唔系红啊、嗯，玩完都有是非噶，啊负面不绝啊，话佢啊低调复出猪肉档工作咧，跟住前嗰排又话见佢又唔翻工啊，我都唔知而家佢系咪猪肉档，问下啲威威猪啊，阿朱玉威仲喺咪度剁嘢啦？唔系啊，平时又开买去送嗰啲街坊啊，屌你班友又系嘅，佢其实你话佢唔你话佢唔捞，经理人走咗，佢喺度剁猪肉。佢以前都系笠住口罩剁豬肉啫嘛，佢平時如果唔係咁做呢啲做咩啫？佢喺度唱歌咩而家？佢跳舞咩？佢有拍咩咩？佢咪真係其實回復原點啫嘛。其實佢舊時候切豬肉令到滿足到你嘅心靈嘅喎、哦。佢以前都係切豬肉，佢紅嗰陣時都係切豬肉。佢就係切住豬肉先滿足到你。咁而家切翻豬肉又話人哋唔撈啦，咁啊因為真係因為佢啲經理人都辭咗職，係唉做唔過啦，真係難搞。唉，有網友話啊。就而家留言，佢话喂，上次你哋艺人生日会啊，嗰度公关公司都未出粮喎，再问又唔复，你哋公司可否正视下咧？你哋真系即系我哋啦吓，又身水身汗，去到会场啊，就实行咗嗰个通告两小时嘅工作啦嘛，但系而家追讨都无门嘅，系找翻俾人哋啦条数，人哋去撑你，喂。佢應該係揾翻嗰，但係嗰檔經理人公司係咪已經消失風雨中啊？佢話佢都唔想，因為呢啲專業操守嚟噶嘛。係，呢個心諗，唉，你都唔怕俾人爆啦。嗯，因為你都買粉絲唔可以俾人知啊嘛。係，係咪呢啲都叫咩啦？所以我成日都唔會搞呢啲嘢，話俾你聽，我費事陣間肉酸要我揞咗少少錢出嚟，我又唔夠錢俾，陣間又俾人唱咯。尷尬尷尬，人哋個職業 fans 啊，佢話。其实我都不是很有心在留言的，因为这些叫做职业操守，但是他没办法，已经是申诉无门。因为呢，朱玉威的经理人是潜了水，
佢本身豬肉檔大佬文哥同埋威威助手阿 Maggie 咧已經唔見咗噶啦，威威個經理人啊李小姐啊嗰啲全部都唔見曬噶。佢面對住咧嗰啲咁嘅粉絲啊，要追翻條過夜數啊，即係過曬嘢噶啦條數。面對所有嘅提問咧，都係二讀不回。嗯啊。有傳媒報道啊，經理人文哥一早已經辭咗職噶啦。報道又話咧，有份幫手搞威威生日會嘅公關公司人員對威威被追訴一事感到十分愕然啊，澄清公司只負責台面嘢，例如活動流程、新聞稿、見記者。又指公司只為商場搞活動，其他事要問翻威威喎。嚇、啊，威威，係、哦、威威自己嗌佢嘅。原來咁你要找數喎、啊，咁樣搞法。乜都變曬威威喎！而家咁公關又指啦，公司冇收到追訴信息，認為拖糧問題同商場無關。個公關就是商場公關啫。嗯，咁嗰件事就係你嗌 fans 嚟呢條數，你自己找喎，冇我邊個幫你俾？係啊，你邊個揾人嚟先？呢個就係問題咯，真係慘啦！咁樣俾人踢爆都幾核突。唔係你本身成件事，唉，真係。我其實接觸過啲職業粉絲。嗯。當時 Juno 金毛出道嗰時候、啊、全個紅隧口都是他愛上殺手的歌，下隻碟就拿不知多少白金出來、嗯、那時候他在海洋公園、啊、做節目、嗯、有兩條女一條仔在追他車，我們那些專登過去，即我們那些叫專登過去玩一下 Juno， 不是玩一下，即叫跟 Juno 玩一下，咁啊，话同 Juno 玩啊，我中意听你唱歌噶，阿 Juno， 哦系咩咁样？佢知你唔系噶啦。跟住咧，竟然咧就冇人走去同阿 Juno 倾偈，一个肥仔你都识啊。哦哦，阿 He Man 啊，系，你走去同阿 Juno 倾偈，我哋冇理佢，我哋走去搵啲 fans 啊。你哋唔系收钱噶？你知个男仔答咩啊？答咩啊？你觉得咧？你觉得咧？系啦、啊，啊，明啦，咪明嘅。像如 Juno 呢啲艺术家，都会做某啲公关嘢，但系话俾你听，人哋揾到个定位，唔使下出嚟扮偶像。系咯，系扮噶咋？有咩人值得俾你咁样追啊？唔系啊，有啲咁样值得，真假都难辨。唔系你揾到有啲铁粉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即系有啲铁粉你唔系咁简单噶嘛，你啲铁粉你呢个世界依家吓咁难，所以你之前讲嗰啲咩啊内地嗰啲啊嗰个咩李易峰啊有铁粉啊加油啊大佬你真系嗰啲冇理佢啊走走去走又系走加油加油你你睇开嗰啲油淋淋嗰啲 A V 啊咪咯好讲下啲靓女先。唔好成日讲 A V， 我哋呢啲好健康嘅吓。咁啊，讲下亚军啊，港姐亚军啊，许子轩啊，黑面啊，人哋话你系咩？个答案耐人寻味，但系得嚟有道理。灯光啫，系咪啊？佢答呢啲啊？唔知啊，佢话有网民系因为你黑面不满赛果啊，点解系佢唔系我啊？嗯，点解你老大系明星啊？点解啊？点解即系嗰啲啦？系咪因为咁样咧？咁佢回应翻传媒啊，话自己咧系冇黑面嘅。系啊，睇下擦鞋仔点官腔法啦，嗰啲 PR 嚟噶嘛。系咯，解释冇，因为今次都系抱住探索呢个行业同埋试一试嘅心态嚟啦，所以我都好满意嘅，有季军都好开心噶啦。吓，同埋咧最开心系咧赢亚军，应该系亚军，佢打错字啫。亚军好开心，佢话咧同埋最开心系赢咗靠口才同埋演讲噶。啊！咩同演讲奖有奖，因为口才是我最自信的地方，我好满意今次的赛果，之后的路咧好长，所以要更加期待咁样讲。即系佢唔系话黑面吓，咁我解释咗噶啦。佢话咁点解你有呢个咁嘅表情啊？黑面表情，喂，黑亲面都红喎喺无线，系嘛？之前阿陈志尧嗰啲咪黑面咯？哦，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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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曾志伟黑面都红噶，有性格啊。系啊，咁而家你新人嚟啊嘛，黑面喎。系咯，咁佢答啦。佢解釋都好特別嘅，佢話面帶笑容咁講嘅，啱啱個 moment 俾人 cap 到，當然係想先唔笑咩啊？當然係想先唔笑，當叫到其他佳麗或者我嘅時候先笑，咁就靚啦，即係有個反差。OK， 先黑面，哦，咁啊靚啦，再燦爛啲添啊，所以大家誤會啦，佢呢啲咧叫潛龍勿用喎，係咯，留翻住啊，流流地喎，流流地，啊，等佢一下爆出嚟嘅笑容好燦爛啊，哇，啲幾有計劃預謀，所以識呢啲識拆又唔同嘅，唔係拆係個拆啊，拆
拆啊！佢係公關嘅材料嚟嘅，呢個女仔就嚇。好啊，咁啊講到好多人都話追捧阿梁超兒好靚女喎、哦。嗯，阿桂君話啦，覺得你先係冠軍喎、哦。嚇、啊，咁佢又接受訪問喎、哦，佢話被支即係知道被支持啊，都難掩開心嘅心情。咁啊，三個嚟講，你個樣係。最市正，即系冇办法，你噏出嚟最市正，但系冠军又唔系你咁，你真系，不过你输体型啊嘛，系咪啊？咁啊，佢话首先多谢网民嘅支持啦，我会做得更加好回报佢哋嘅支持，但系我觉得最后都唔紧要嘅，佢参选学到好多嘢，同埋呢个系我人生之中未试过嘅经历，又识咗好多好朋友啦，佢觉得已经非常之好。喂，香港小姐嘅季军咧，都几有前途噶。以季军嚟计，即系第三名嗱，佘诗曼嘅季军，胡杏儿又季军，啊咁样几好。通常唔系啊，冠军要好多嘢做啊嘛，即系嗰啲咩宣传大事啊。冠军唔知啊，上年嗰都冇咩做。诶，咁系咯，咪疫情啊嘛。疫情，我觉得佢笠住个口罩，我唔认得佢。佢出嚟好似新人咁样。唔系你冇理由，你系嘅，你冠军咁选美冠军，跟住笠住口罩周围行咁样，成件事好怪。你想讲沟流流啊嘛？梗系唔系啦，又唔系佢又唔系流流嘅，不过佢真系唔讲，你都唔知嘛。喂，原来咧亚军系学霸嚟嘅，读好多书。又学霸？系啊，又麦明斯啊，美国麦吉。根大学安娜堡商学院，佢好似出过书噶，睇下先。志向系成为一个影响力嘅影视人，嗯、有晒影响力，哇！影响力第一步，哇！同啲权贵握手先。今次参选已经咩啊？辑录于第二本自传，又出自传，又冇错，系第二本自传。嗯，年纪轻轻嘅佢，原来已经出过本自传，系咯？喂！阿姐姐出名嗰啲名人先叫自传、哦，如果你嗰啲你唔出名嗰阵时候，呢叫日记嘅啫。系啊，呢、這个黄子华话噶，啊唔好乱嚟喎。系咪唔系都自传？系唔系？你嗰啲系 Facebook 嗰啲资料嚟嘅啫，自己写俾自己。黐线系咪？咁啊，原来咧都分享自己十二岁后外国留学嘅经历嘅。咁佢呢个系哇，系犀利噶。嗯。佢一个学霸啦，同时收到牛津同剑桥大学取录 MBA 课程。不过佢只要睇睇今次参赛结果，即系以前未选到啦，但系佢而家选到亚军啦、嗯，相信又掂啦，又会继续写嘢啦，系嘛？系咯，个第三名真系特别矮嘅，摆上去。佢啊，大把嘢写咧。如果咁讲，我睇到啲相嘅比较落去啊。好，咁啊，讲下嗰位友谊小姐。嗯吹到啦，俾人全无阿妈咧就经营麻雀档，被捕，话被捕添啊，丑闻缠身，睇下佢点讲先。13号，邢慧敏啊 ，Sharon 啊叫做，咁啊夺得友谊小姐啦，就三甲不入嘅，你话可惜啊，哇，算系咁啦，麻咯，友谊小姐，系咯，我其实我见琴日即系有啲女仔个样都系靓啊，嗯，系啊，你冇办法嘅。你港姐唔系净系斗样靓唔靓噶嘛？唔系你摆出嚟个款，当然吸引啊，梗系好着数啲啦。咁但系你有时候讲嘢啊，或者叫做、你反应啊，系佢特登考你啫嘛，好多都系反应。你识唔识执生啊？嗰啲位啊，你靓都冇用噶。香港小姐，我琴日有人剪辑咗呢啲咁嘅声出嚟，你俾你听下啦。即系特专登我俾阿 OK 仔听。我先穿嘅系2003年冠军曹蜢嚟嘅决胜裤先，先生系时代在变善心百变嘅表表姐，听讲充满善心嘅女仔系会加分，唔知今晚所有评分系咪都会加翻我几分呢？你话，因为你话你咁点选啫？你话你唔知佢讲乜？嗱，字幕噶，我哋系冇噶，系啊，我哋听埋啊。你咪 L 啊？你记得。唔系我哋再听埋啊边个啊陈欣薇讲乜嘢啊？我身穿嘅系2006年冠军陈欣薇嘅决赛服饰，啱啱参选，好多报道话我同师姐好似样，仲叫我做翻版陈欣薇。今晚着起件衫，大家仲认错我添？咦，系咪代表我有冠军相咧？啊咁样嘅，嗯，系即系好难嘅，即系咪先？即系靓都冇用嘅，有阵时佢唔。嗱，咁啊，讲翻阿邢慧敏先啦。佢个型，佢系型格，系即系够晒有型啦。但系靓咧，就即系唔够精致，因为佢个鼻都比较长高啲啦，系咪先？咁啊，有啲丑闻，
咁我话咦，唔系话咁都视为大热，因为曾经又话佢因为有台影啦，咁话佢啊被爆出左手有纹身啊，咁啊早前啊确诊啦，咁啊仲有咧，佢话18岁已经左手有纹身，佢冇刻意遮掩噶，佢系要方便模特儿工作先去洗纹身嘅啫。呢单唔算大啊，另一单最大啊。佢话佢啊，即系有传啦，佢阿妈咧曾经系经营麻雀馆被捕，咁佢系否认系冇呢啲事嘅，哦，系冇呢啲事嘅吓，咁样样嘅。咁喂，算系咁啦，攞个友谊小姐个样子其实都大方得体嘅。有阵时讲靓女就唔系一定系你心目中嗰种靓嘅，系咪先？同埋佢好重喎，同埋佢1.75米高咧，70公斤喎，重，曾重重啊，系啊，呢啲骨架大嘅，骨架大嘅。咁啊，讲翻嗱，嗰啲绯闻，所谓嗰啲负面绯闻咧，全部都系假嘅。咁讲佢原来呢个女仔咧，友谊小姐咧，喺香港城市大学度毕业，有学历，有外形。仲话佢几有毅力添噶，因为肥得起上嚟有成70公斤咧，同我哋差唔多，或者重过你。唔出奇。一个月减17公斤，即系35磅以上噶咯，非常之厉害噶。不过正面嘅报道咧系唔够啲是非传得快。梗系啦。啊，讲到话佢阿妈经营麻雀档超过10年啊，上年因为警方突击扫荡惹官非，咁阿邢慧敏啊就受访时咧就否认传闻，佢话阿妈有打工。啊！只知妈妈有打工，但未有透露详情。外界就担心呢个传闻会影响个形象。唉，即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嘅，关咩事啫？系咯，等同有啲人觉得，诶，你背后其他嘢啊，屋企啊，身边周边嘅嘢啊，如何如何啊？喂，大佬，唔系我啊！系咯，系我啊嘛，系咪先？系咯，你之前早排有话有个艺人女艺人个老母叫鸡咁啊？点啫？唔系叫鸭，叫鸭唔系叫鸡，个老母叫鸭叫到啊！系咯，冇嘢噶。跟住见到佢喺地铁嗰、那个，哇！有直头大头广告添啊！唔系咯，唔关事啊，唔关我事，唔关事啊！唔通阿妹姐个大佬咁个老母乜乜物，你唔中意妹姐咩？唔更加觉得好惨啦，做自己得噶啦，系嘛？好啦，今集讲到呢度先，娱乐集咁好耐冇见，希望听日讲其他新闻，唔使再讲太多港姐啦。拜拜。